面的检查了飞机在高速滑行情况下飞机滑行姿态的稳定性，以及姿态变化的操控性，水的喷溅特性，飞机操控良好，系统工作正常。由于水的阻力是空气的800倍，而且水的粘性也比空气更大，那么在水面操纵飞机实在比空中操纵飞机是更难的。这个随着我们后续水上试飞科目的不断的这个展开，那么相关的性能都会逐步的得到最终的验证。